啊，钓几只？钓几只？钓无几尾啊啦，四尾。啥物话？OK啊。无啦，幽冥啦。啊，我看会加。OK啊，无来啊。啊。加。我靠，我靠，我在帮忙啊。我钓鱼以后。对哦。
现在退潮一半，今天的遥控就这样子啦，哗哗摇啦，不过看看海也是舒服啦，下次有机会再来吧，那我们下午再见啦，拜拜。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现在讲一下这个线溪的那个状况，为什么要调那个位置，因为外面的浪很大，那其实那个位置的话呢，它其实在涨退潮的时候呢，你如果在干潮的时候，其实那个地方呢，它其实周围很多肉粽，哦，包含这边侧边的，侧边有肉粽，然后它这边也有肉粽，所以它 无形当中就形成一个那个庇护所，所以当海流呢开始陆续的往内流的时候，往内流的时候，如果你 ASA 呢，这是我站的标点，我站的位置大概在这里，好，站的位置。那如果持续呢，在这个地方来打 ASA， 那其实这边还有底下还有肉粽，哦，底下还有肉粽，这底下呢有几颗比较小颗的肉粽，在这边，哦，所以它就形成一个凹陷的这个鱼坑的，啊，哦，可能鱼可能会跑进来。所以如果说你持续在这边呢打诱饵的话呢 ，ASI 持续打在这个地方，不要打在这地方。那水流它在带的时候，它流进来的时候呢，其实它也会从这边流，哦，它就变成一个漩涡，那这边会挡到嘛，所以它 ASI 比较能停留在地方，所以就能够吸引鱼群靠进来。所以呢，昨天遇到的是幽面，那为什么后来我线组要改呢？因为我发现到我本来线组很长。那飘的时候再加上浪的关系，所以我讯号反而不明显，哦，虽然这种鱼吃饵很沙，但是可能它下去之后呢，可能你打上来之后可能会怎样空枪，所以除了直线呢把它缩短一些之外呢，还有把鱼钩呢也缩小一点，哦，后来就钓得比较顺手，哦，当然这个是因为没有鱼啊，没有这个其他的鱼啊，不然的话原则上呢钓这个鱼的话，见仁见智的，有人说这个鱼很好吃啊，哦，但是我就抓几尾回来吃吃看，哦，那大致上这样子，那这个浪的话呢，它就是最近就越小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其实如果浪小的话，这个地方钓反而比较不顺手，哦，因为容易卡到，你要抛远抛近都不好，哦，那如果浪大的时候，反而它就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位置。哦，这个跟大家分享，哦，我的心得啦，哦，好，那大致上就这样子啦 ，OK。